又是逃道歉的一天。一天不道歉怎么了嘛？你看大家都在聊别的，你非要去这边，那你就永远跟着我读。讨厌啦，我撒娇了啦。丁点儿，好嘛，对不起。谁喂？丢打喂。对不起嘛。真的。好不容易直播间来这么多新朋友，你知道我直播间有多久没有进新朋友了吗？我想在他们面前树立一些我这个40000大网红的一个形象。就这么难？真的，红一个，就不能让我40000的大网红在他们面前装一装，是吧？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就是粉丝都听我的一个主播，你们就天天知道欺负我，天天把我欺负难受，你们就开心了。我不要面子的是吧？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又在哭，又在哭，不知道还以为我被和平精英老大骂了。谢谢香酥橘皮的一个飞机，谢谢香酥橘皮。三位，老黑，真的没有面子，就让我一天不道歉吗？又怎么啦？杠一个，真的不要杠。谢谢你看起来有大病啊，不，你看起来有点呆。谢谢你看起来有点呆的一个超大玩心，谢谢你哦。嗯，昨天没道歉，我昨天什么时候没道歉啊？我昨天道歉了，我怎么可能会逃道歉？你干嘛？哦，不是糊的我的，没事。这怎么办呢？你说我这哦，但是这个盖楼我会死很惨哎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也没钱，我就直接盖起来。他盖了我也盖，没毛病，直接自摸了。再见。虽然这个牌很小，但是无关系。他盖我也盖，我不管。如果他牌不好，我就赢了，我就大赚。哼，直接开盖。昨天我真的没有吗？昨天我真的没有啊。撸跳，嘿嘿，第一拼哦。儿童，你们是不是骗我？第一拼哦。你们是不是欺负我心情？你们是不是欺负我的记性不好啊？我怎么可能会不道歉？以你们的那个，就是以你们的个性，我怎么可能不道歉？我不道歉，你们会一直念叨我的，你们会一直念叨我道歉为止。我是明白你们的，以这种逻辑情况下，我昨天不可能没有道歉。所以我今天我不管，我就道歉。啊？啊啊！三票，输了。谢谢桑酥橘皮，谢谢桑酥橘皮的一个钻粉，谢谢橘皮。谢谢温酒碗的钻粉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钻粉啊！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别说了，不要说了，嘘，我知道了，我到就是了，你们不要诅咒我破产了。
我本来运气就不好，我本来就很黑，你们不要再因为我没有给你们道歉而诅咒我破产了好吗？我真的顶不住，我已经够黑了，我以前我叫胡兰一把眉，现在我甚至晋级到了胡兰半把眉，我害怕我以后直接就是开局就没胡兰开局没，那我觉得我打麻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好不容易把这个麻将学了个50%，好不容易把它玩的稍微越来越好了，明白一点了，我不希望这个运气把我害了。别说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，原谅我吧，我的宝，我知道你让我道歉，不是为我不好，你们只是想念哭泣的我，你们觉得我哭泣的样子很卡哇伊，我知道的，我的宝，谢谢太空人的飞机，你们让我破产也是因为想让我戒赌，觉得对打麻将不好，每天输钻石，我的宝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的好，你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我好，我明白，我懂的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点不识抬举了，我要跟你们作对，对不起嘛。希望你们不要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取关，这样就足够了，好吗？